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，今天小凯莉，我们来探索斗顺美食角。那么探索开始。哦，小凯莉，小凯莉，小凯莉跑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对了，小凯莉今天去参加爱的演唱会，爱的演唱会好有趣啊！哦，等等，要不我们就去找爱的演唱会的朋友们玩吧。空手去可不是我凯莉的风格哦。佳佳，当然要准备一些好吃的再去了，就用这个美食角来抓住大家的味蕾吧。噜噜啦啦，小凯莉，演唱会进行的顺利吗？嗯。不过凯文、艾丽、露西、辛德拉他们呢？他们在那边练歌呢。是吗？嗯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在努力的练习。嗯。所以啊，我就特意带来了这个美食角。不愧是凯莉。来看看，这里有韩国小吃、西餐，还有中餐。嗯。好，包子已经做好了，哦，上锅蒸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稍等一下哦。嗯。喂。酱，稍等一下哈。快点收，快点收，快一点收，加加加加加加。哦，快压好了，快压好了。哦，飘来一股香香的味道哎。好的，嗯，那么用这个闹钟来打开包子吧。哇，包子做好啦。好啊，小凯莉，我把包子拿出来放在盘子里。好啊好啊，美味的包子做好啦。嘿嘿嘿，好好吃的样子。哎呀，好烫。嗯，太好吃啦，真棒真棒，是吧？嗯。小凯莉，你把友情卡带在身上了吗？带了带了。带了吗？哒哒。啊，对嘛，在这里是要用友情卡来结账的。嗯，那么现在就结算吗？好的，给你，在这里。小凯莉吃的是中餐对吧？嗯。结算。完成完成，小凯莉给你，谢谢。那凯文、露西、艾莉、辛德拉他们喜欢吃什么呢？嗯，炸酱面。炸酱面，但是只有一份炸酱面。包饭。包饭，好的，知道了，炸酱面包饭。那么我们就先来做辛德拉喜欢的包饭。好的，锵锵，包饭包饭，减压减压，包饭包。拌好包饭，这就是西餐。包饭，露西爱吃的蛋包饭。酱酱，还有炸酱面。炸酱面。酱酱，嗯，好的，小凯莉。好的。那么趁着做的功夫，先来结账吧。请刷卡。好的，谢谢。首先，一份包饭。还有西餐。哦，西餐。还有中餐。对了，还有中餐。结算了，刷卡。食物好像已经熟了，我们挨个打开吧。好啊，首先是包饭。包饭，一二三，哟哟，熟透了。包饭包饭，把包饭放在盘子里。那第二个美味的蛋包饭，一二三，哇，熟得很彻底嘛。然后是炸酱面。哇，看上去好美味，闻得真香。还没结束，接下来是高潮。嗯哼，就是艾丽爱吃的牛排啦。啊，放进去。原来是牛排。牛排很快就好，稍等一下。嗯，好的。
好了吗？那放好闹钟。哇，美味的牛排，酱酱酱。哇，好美味呀！小凯莉，好吃的料理都做好了。谢谢凯莉。凯文、艾丽、露西、辛德拉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吧？一定会很喜欢。剩下的演出也好好表现呢、哦。回头见哟。对。